新竹人中部两山比赛的新风向是否符合前展开的比赛日前的公开训练发动。今年总共是有33千个山报名参加，大家都把握时间紧练习，为到位的比赛当中得到好成绩，大家都是前全的个上来争取冠军，沙沙都讲动如信心。来，各位就位，预备。爬山同坐动车，为出的其他个新竹人两山比赛的个电视，出现天时暗眼，为到位的两山比赛当中得到好成绩，得出都前全的也动如信心。我都没有参加过龙舟队，然后参加龙舟队体验看看这个中华文化的传统。我们局长就是很亲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夺冠，但是没有夺冠也没关系。我们去年已经比过一次龙舟赛，所以我们今年的训练时程就比较相对去年来讲就比较短。那各位同仁上手的速度也很快，那今年应该也有望夺得冠军。今年主办单位当当强烈动作经验改进，来了各界参赛队伍，填草库所能涵盖方向。两山比赛团队精神当重要，除了考验选手的体力、脑耐力之外，还有爬山的改技巧，涵盖系受让改关键。就是每个桨手，他如果桨入水的时间点不一样的话，哦，会产生阻力。啊，如果桨入水的时间一样，然后产生合力，合力做出来，大家动作一致、节奏一致，速度自然就会提快。新竹人两山比赛总共有33本组机关组6老公会组13还有混合组14强下来争取冠军奖杯。第三间独圈的准备，为今年的两山比赛还加强健康。下个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